是晴天，然后呢温度是28度。那如果有人问我说，那中国大陆明天的天气怎么样呢？你说我怎么回答？我没有办法回答。是啊，没错啊，中国大陆这么大，你怎么说它的天气怎么样？它在同一天的同一时刻，有地方在下雪，有地方出太阳，你要怎么回答它？所以就是中国大陆确实很大很大，它大到像一个州一样那么大，它就是这么复杂。OK， 那所以你当你去看它的时候，你就不能一言以蔽之。你会讲哦，中国是怎么怎么样，那就太简化。就是哦，我去过美国，美国是怎样怎样怎样。错，美国这么大，你如果只去过哪个地方哪个。